手术变半伪娘 ，QV Baby 惨遭禁欲。你有一把娘娘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QV Baby。然后大家看得出来我有什么改变吗？没错，我去隆乳了。然后一开始真的是痛到不行，尤其是按摩的时候，真的觉得一度想要放弃，说医生拜托帮我拿掉。可是现在真的就熬过来，真的非常开心。然后啊，那时候做完手术第一天，然后我就碰自己的乳头，我就想说 ，Oh my god， 我乳头是没感觉了吗？因为一直以来乳头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因为它是我最敏感的地方，就是没感觉了。可是医生有保证，他说3到6个月一定会恢复，就是那个神经现在是暂时被切断，可是6个月之后他会接回来。希望这个医生讲的是真的，我真的是靠乳头在过生活的，拜托拜托。那虽然现在就是事业遇到瓶颈，就是也都接不到通告啊，可是其实在这段期间，我默默的交了一个男朋友，然后我们也已经交往1个月。然后所以现在还蛮稳定的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，真的希望他就是那位 Mr. Right 了。现在的我很幸福。